好呀，我是香香。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，阳光明媚。我们公司今天打算去回建，现在要去公司跟同事们会合。今天去团建我是有工作的，我要负责拍照。在小地方上班就是这样子啊，公司很小，然后一个人得身兼多职，得会做图，会写文案，会拍视频，然后还得会拍照。哎呀，没办法呀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小农村，听说就是挺古老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挺好玩的。等会儿我拍给你们看一下，听说风景很不错的。现在先去办公室拿我的相机吧，赶紧走吧。嗨，我到办公室了。我们公司的学相机是一个初级入门的佳能7001D。昨天我已经提前把电池充好电，今天就把电池装一下，然后等会再带一块备用电池放外面。我们是8:30出发，现在8:10还有20分钟可以休息一下。到啦到啦，我们现在在玩寻宝游戏，找到纸条就可以了，纸条上面有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。我现在一张纸条也没有找到，可能是我眼神不太好喽，一个宝藏都没有找到。树上全是橘子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全是橘子呀，不知道酸不酸。声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此刻你就是唯一。试着突然变得，我们现在跟着导游在参观这个村子，导游虽然年纪挺大的，但是讲得非常的好。12点了，现在去吃午饭，并不小心会惊醒。吃完午饭了，感觉出来玩的话消极比较多，吃也吃的比较多，有点吃撑了，现在要回去了。今天